陆军官校专修班校友会，韩国瑜免不了被拱唱军歌，似乎担心选举位太重，不唱夜袭改唱勇士进行曲。身为校友会名誉会长，陆军官校活动自然是韩国瑜主场，大批韩粉黄复兴党员拱喊选主席。不好意思，谢谢。主席，主席。场面让江启臣显得有点尴尬，三人在准备合照时，为了中间 C 位谁战，韩国瑜、江启臣互相礼让推来推去，江启臣都快被推到跌倒，最后同意站在中央。韩国瑜也主动邀请江启臣赶快上台致辞。我们是陆军当中唯一需要游泳的，所以呢，海军战队大哥参与还是陆军还在队。有海龙挖冰经历的江启臣跟陆军官校校友麦丽伯诺，不过连胜文跟国军就没什么渊源，主持人介绍起他超尴尬。 这种称赞让连胜文只能苦笑，但韩国瑜照样给足他面子。国民党主席七月改选，约34.6万党员，其中有8.3万是黄复兴党部，占了快1/4。大咖们纷纷来交陪，但到底军系挺的是谁？答案很明显。三立新闻李正道、周宁、SNG桃园报道。